传闻漠河自古便是一条凶河，难保水中没有妖怪。你去替姑找找看。漠河深处，当真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，立刻召集国中术士前往漠河。沈国国运进来，警卫没什么不好。听说他们军队驻扎在漠河，对战俘流民都很优待呢。你们所说的景国军队具体驻扎在哪里？ 就劳烦你们照顾好他。姑娘放心，会把他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叫月牙了。若你来日想学法术，就拿着这封信去长泽山衡阳宗。我记住了。开始吧。万法焚天，混元化虚，让！没想到吧，又被我给撞了。抓住他！ 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心！谁在上面？是我。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？你尝一个吧，可甜了。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我的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，不许看我。 初皇神君怎么也学起继泽来了？当九小友此次贸然前来拜访，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。我送你四个字可好？谨记初心。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。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所以，那棒尖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，是我为了你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明夜战神助你去除浊气，不过是怕他人指指戳戳。 可是你那污浊妖气，于他而言，对内丹损伤尤甚。等你日后妖气郁结之时，来找我吧。